哎，老胡，老胡，这蚊香玉咱是不是就能留着了？拿着吧。得嘞，你可算是开窍了，这下咱俩算是达成统一战线了啊！不是那意思，你没发现这儿跟其他地方有什么区别吗？这儿香，另外这底下有一骷髅，这儿没蝙蝠屎，说明蝙蝠不爱来这个地方。我估摸着，八成跟那蚊香玉的香气有关系。哎，那要这么说的话，咱要是攥着这玉，咱就能在这洞里横行霸道了，是吧？啊！鬼啊！鬼！救命啊！这人我怎么瞅着眼熟啊？废话，老金。哎嘿，金爷，可找着你了。赶紧找着老金！是人呢，老金！哎，老金！哎